喂，你好，请等一下。谁的电话？您公司的同事。喂，怎么了？什么？你给我查一下，我马上赶过去。你想干什么呀？偷我们的药，跑去北京做检测，还把我们的事情向媒体透露。我看这个人不是疯了，就是吃错药了。把我们的事抖露出来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啊？他还想让公司对他怎么样？我真想杀了他。喂，刘兄啊，哎呀，这么晚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好的好的，还来得及，那好啊。哎呦，没事儿，我手下一个员工不好好工作，让我给开除了，这就伺机报复。嗨，都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，你也知道。现在做企业不容易。那行，我今天就先谢谢你。一定一定。好，再见。同意叶向川辞职。真是养虎为患啊。我们再不能有妇人之仁了。是他先不仁不义的。人微言轻啊，他说什么不重要，只要把他手上的东西拿回来就行。那女的参与了吗？没发现。我还是不相信，考研究生绝对不是理由。嘿，你怎么变得疑神疑鬼的呀？你说我还能有什么理由？就是啊，我也想不出来，你能有什么别的理由。想不出来了吧？你们都想太多了。而考研究生是我多年遗愿嘛，这回正赶上我们老师招生，他说能给我透点题，我这才下的决心。真的假的？那你也应该跟人家香莲全总把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的，要不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嗨，咱这人不是脸皮薄吗？人家两句话，我的责任感一上来又走不成了。真的，我都答应了老师了，明年就招回一个。那你要上学，就得去北京了吧？啊。反正你现在也没心思谈感情。我就趁这机会念点书呗。叶向川，我发现你是一蔫坏啊。哎，上我那儿坐会儿吧，你还没来过我们家呢。我去过一次吧。这儿你没来过，这儿条件不错，上那坐会儿。
向川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你做这件事情太欠考虑了。我就是想早一天见报，这样能救好多人的命。你知道吗？你谁都救不了，现在你自己已经很危险了。我一直都知道，所以我才没告诉你。我是学中药的，没别的什么本事，社会经验也不丰富，但是我还是想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你。我知道，可是这件事情不同，光靠你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是远远不够。反正够不够我都一人干了，我就是不希望你参与这件事儿，真的一点都不希望。我不愿意看见你受到伤害，不管什么理由我都不愿意，除非哪天我遇着点意外，那也不行。周华健谁看呢？要不要？你都是三十多个老男人看的。就是什么周华健啊？我看周惠妹也差不多。要不要？这什么时代了？这小翠，给我两张。哎，两张。哎，给两张。哎哎哎！哎，你不要啊？小芬，两张票，是不是和我一块去啊？想得美。哎，那和谁去啊？周华健，那谁还要啊？是的。哎，两张会票。周华健现在有180斤。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因为你被开除了，心里生气就报私仇泄私愤啊？我被开除了？谁说的？是我自己辞的职。你连这都不承认了？今天主编都找我谈话了，都捅到主编那儿去了。他们说我交友不慎，差点给报社惹的麻烦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连累你了，小包。但是我真没骗你，这事我办得急了点，你得相信我，你应该了解我呀。向川，真对不起，这次没有帮上你什么忙。没事。你是不是真遇到什么麻烦了？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。真的？嗯。
香莲说要帮我们开专卖店，说是欧洲名牌。天哪！哎，男装女装？要是女装，你自己买啊。买不起，穿两天总可以吧？小班，你不是说你不回来吃饭，要去看演唱会吗？哦，我把票送人了。那你还没吃饭吧？来吃饭，一块儿吃吧。我不饿。如果早跟香莲打招呼，咱们就不用被小鹏骗了。什么话都是你说的。我不是说如果吗？哎，金平，你先慢慢吃，我上去看看啊。嗯。小帆，你怎么了？非要等到有什么结果出来你们才高兴啊？啊，笨蛋，你们给我听着，我这人不喜欢说重复的话，但我这一次最后跟你们说一次，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把东西拿到手。又怎么了？发那么大脾气？手下人办事不得力。你真的批准了叶香川的辞职？人家要去深造，理由很充分。那你觉得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呢？应该不会吧。可是叶香川一走，我们合作开发的项目怎么办？霸王和辉康合作的中心点就没有了呀。只要你想跟我合作，我们就有很多的中心点。阳春口服液、生长素、基因干扰素。那我也得跟董事会有交代啊。这就看你自己怎么说了。行了，赶快睡吧。确实挺喜欢小帆的，他年轻、善良、有活力。跟他在一起，我就是感到快乐。可我的确有心理压力。能有什么压力？说自尊也好，自卑也好，虚荣心也好，都不管。你知道，古雷他说我傍你大款。古雷现在整个一人渣，他的话你都能相信？可这就是现在社会的看法呀，就是啊。
就是说，你不能找一个比你挣钱多的女人。曹正军，你整个一农民，不可理喻。兰姐，哎，月红，怎么了？过来。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小鹏被人追，好多人都拿刀砍他，流了好多的血。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不会的，你放心吧，啊，没事儿。哎哎，一个人干嘛呢？跟这儿？啊，没事儿。你脸色不好，是不是昨天晚上熬夜了？你上次给我做的那个文案，公司通过了。是吗？那恭喜你。你知道，公司的人都说。说什么呀？都说，你好像跟谢明掉了一个个儿，好像跟以前换了个人似的。真的。没有哎。哪边啊？这边，我这儿，马上就到了。啊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就这边啊？哎呀，真不错。来，快进来看看吧。哎，怎么样？哎呀，真不错，太棒了。这个品牌啊，现在在全市就开了这么一家专卖店，将来要开十几家呢，有的你干了。哎呀，这样的店，让我来做。我有点不敢接手了，这可不像你说话的口气啊！有什么不敢接的呀？不都是卖衣服吗？只不过像这种高档的专卖店啊，需要人形象好，服务质量也要高。精品肯定没问题，他除了对病人态度不好，对客人绝对是笑脸相迎的。去，我这叫发挥主观能动性。赶快做好准备工作。
没出人命吧？没有。只是，就是不知道这些文件有没有被复印过。没关系，只要这两瓶药拿回来就行了。你去吧。亚梅，妈妈给你的药，你让老师帮你擦了吗？擦了。有用吗？喂，我是古兰。样川，我认识啊。什么？他在哪家医院？好好，我马上到。他怎么了？向川在街上被人打了。是吗？人已经昏迷了，我必须马上去看看。那你赶快去吧，我带亚梅去看病好了。亚梅很可能是血液上的问题，你带她看看儿科，回头我给你打电话啊。亚梅，妈妈不能陪你了，让香莲安妮带你去医院，一定要听话啊。哎，我给你送过去吧。不用了，咱们是两条路，我自己走吧。啊，那好吧。哦，我不太清楚。哦，那你本人呢？我是 O 型啊。那孩子的父亲呢？我也不太清楚。那这样吧，给孩子查个血型吧。那边等结果了啊。谢谢啊。哎，怎么了？什么血型？我是 B 型啊，没事吧？溶血病的发病时间不一样，如果一旦发病，只能换血，没有别的办法。
古兰啊，亚梅都睡了。今天看了大夫怎么说啊？大夫说没什么事儿。要不这两天我带他吧，今天我们玩得特开心，你这两天也顾不上他。行，你就再跟他玩一天吧。香莲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客气什么，我愿意。香川怎么样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到现在还没洗呢，回头我再跟你慢慢聊吧。行，先这么着啊，再见。嗯，好，再见。这真是别人的风月，衬出了自己的冷清啊！我们也不弱呀，算是力挽狂澜了。可你别忘了，还有一个古兰呢。哼，君子兰也没有用，他没有任何证据。又掉以轻心了。别忘了，这个女人给我们惹了不少的麻烦，多留点心。嗯，这个古雷。是不是古雷和他姐姐完全是两个路子的人？你知道古雷给辉康广告拉的那两个全年代理有将近1000万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辉康广告还能救咱们一命。首先呢，当然是证据。证据？对啊，谁主张谁举证。无论你是通过行政手段向某机关举报，还是走法律程序，都需要证据。原始资料中某一个纸片对你们都有用处。我明白了，谢谢啊。好，不客气。再见。回来了，天儿真热呀！哎，郑军，同桌案的案犯押回来了。哎，好嘞。在查找证据啊！我不要什么好笑，他到底去了哪儿？他先去了趟律师行，之后又回了医院，请了一个月的假就回家了。
一个月的假。这是你的检测报告。麻烦帮我转一下药房。哪儿啊？哎，你能帮我寄一箱生长素吗？喂，赵瑞吧，我是古兰。嗯，有事要麻烦你啊。他把话说得跟我特别活，哎，绝对没问题，只要你帮我这个忙。不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是我大姐大，你出来一趟，我现在必须跟你见一面，真的没问题。哎，你总得吃饭吧？你说吃什么？当然是我请客了。你别说吃蛇，你吃人，你吃了我都行。哎，圆儿请吃饭啊，可是吃蛇，而且是毒蛇。喂，去不去啊？我不去。我可通知到了啊！你不去，我自己去了。我劝你也别去，不要谁的饭都吃，天下没有不要钱的武僧。谢谢肖总提醒啊。美女，咱可是做大生意的，这老打个车多跌份啊！我这车怎么样？喜欢你拿去。是不是你的车呀？偷来的吧？你可真逗！哎，只要你帮我把这事儿办完了，别说是个车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你要星星，我上天给你摘去。是不是真的呀？走，吃饭。抓回来了，案子也结了，现在就等着判决了。那我们的钱追回来了吗？他东躲西藏的，钱也花的差不多了。该死！他问我了吗？他能判几年呢？东躲西藏的日子不好过，月红，他会感谢你的。我还记得，他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，我印象特别深。他告诉我，在这个社会里，你没有理由不疯。他特别爱说这句话。哼，我看。他可能真疯了。
们都在啊。老公，我送一下小王。啊，哎，等等啊，是不是你买一辆新车啊？对啊。听他胡说。走了。啊，好好。怎么啦？嗯？开谁的车啊？借的，怎么不行啊？丹娜，在公司得注意自己的形象啊，别太张扬了。我从来不为别人而活，你要是嫌我借人车丢人的话，那你给我买一辆。哎，给我倒杯水。我明天出差啊。啊。我们把小黄给抓住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你说跑有什么用啊？就是。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因为他愚蠢。小范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好吗？我送你回家。喂，儿子，爸爸马上就回去啊。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我走了啊。郑军，我给你写的信你看了吗？对不起，我这两天挺忙的。啊，没关系，反正我这次回来也不打算再走了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得走了，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。我后悔了，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我过去对你太不珍惜了，我真傻。你还记得我名字里那个妃子吗？算命的说，我这人无论飞到多远，也飞不出你的手里去。我现在回来了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这。现在有女朋友了，是那个叫一小
翻的吗？嗯。